脑子就这么点啊？脑容量就这么大点吗？左脑右脑，这是小脑，左脑尾巴大脑尾巴，小脑尾巴脑盖小脑，哪大小脑？我这个小脑，大脑发育不完全，小脑完全没发育。看不见啊，要转底下的吧，啥里面是啥根本看不见，全黑的，是不是要把灯打开，要把这个灯打开，上头有个灯，打开吧，给它敲了，开着的，哦，是不是要这么开，要摁一下，得对着一个东西才行，但它那灯得亮，那灯不亮是吧？没亮，走了。真心感觉还不如惠州科技馆好玩，是吧？来看，不如惠州的好玩是吧？不如惠州的，哇，这说话没那好。嗯，他说不如惠州的好玩。惠州你去了吗？兔子没去。没去，东山还有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机器人小B一。大家好，我是机器人小壁虎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动物发展史。我说女人动物是为了开心，那么男人动物则是为了让女人更开心啊。动物成了实现人们娱乐消遣大家的重要生活方式，人们一生中的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开心啊，新人啊，懂吧？因为女人动物是为了开心，然后那个真的是对呀、啊，给他们拍素材。小朋友们喜欢的多。rap 吗？为什么没 rap？ 哦，这是啥？不知道。VR 技术体验站。有啊。啥呀？楼下有火焰。爷爷奶奶可高兴了，给你最爱吃的大嘴巴子。啥意思啊？抢咱家小朋友的什么狗屎啊，哦，还能打字儿。妹妹调英文咋，你这边可以的呀。
哎，去看火箭吧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深圳市龙岗科技馆，后面就是我们现在找入口。啊，完蛋了！我们玩花野。啊。到时候点灯，新能源汽车厉害了。这不是啥不用电。这边打电话了吗？反方向的。哦，刚才我反方向，我操！这压力超过那个，哎，1.5是不是？没有，肯定是可以亮的。就是你别往反方向走，速率要达到。我操，不是哥们，他会亮，他只会闪着亮，知道吗？不，一定是会亮。你妈的，我赚了。我来这儿去试，没人能摇出来，知道吧？它只会闪。真的吗？咦，挑战不可能之。哪里他妈做饭呀？操他妈！哪里亮了？家人们，避雷那个底下，刚才往那个旁边那个巧克力，避雷18.8，超级小一个，还是带可可吃，一定要避雷，难吃死了。就好像是那种什么金元宝，然后里面包的。啊！好厉害！对，就让它亮。谁？光影呢？谁要亮？哇！哇塞，你咋弄的？哇，小慧厉害！巧劲儿！再换一只手。哇！好棒！哇塞！可以！再来一次！谁来？你的小包包是不是？来！发挥影响了你的发挥，可以再来一次。你来，手机给他送过来。没力气了，没力气了，上去玩一下。哎呦，老五把他摇亮，再快！哎呀，怎么没有电啊？闪了是吗？哎呀，速率太大了，快！我看你是不是太厉害了？老大开哦，老大哦，全亮了，哇塞，哇！哇，再来，加油！哇，这为啥不亮啊？没有，后面应该是这么你看，它这个地方嘛，它有那个伏数跟安数。哦。对，就跟摩托车一样。哎，累了。这不是你每次他是要看速度棒还是要看那个转速？我不知道看什么，没有速度爆发力。我每次就跟那个僵尸一样。哇！亮了没？亮了！来，让我们来挑战。哇！爆闪！哇！好厉害！看出实力的区别了吧？哇，也亮了一下，哇！速度吗？快搞定试试，我来帮你拍。来，练手速。一二三，走。也亮了。也亮了。来，再来一次。哦！爆闪，哇塞！来，加油！第二次。还有，好棒！那就要明码马克。
啥情况？我到去了，指责给我。这个 ID 倒也我受不了，能不能去三楼？这是啥情况？太紧张了，形象。对啊，不是。房东下来了。不是我放松下来，怎么还早了？他需要一个缓冲，他马上就立刻就得到。对。老师这边有纪念品。发的项目多了。好，发的项目多了。未来的科学家。还有他们的名字。我操，跟他书名字啊。对。我也想。激光雕刻。哇、哦，来一个。他不要了，太坑了，太坑了。可以了，我们这有截图。我约错了，我约好久。你们的预约码打开了吗？结果就我一个人约了。天哪，兔子！哎，但是不能，但是不能说我约太多次，说太多次的话，没事，他给你们不约了。走，走 ，Let's go。你这里是吗？来，爸爸抱着吧。发到群里了。哎呦哎呦，小心点啊！请帮我介绍一下呀。这边的四个馆是不是就这四个？科技馆、青少年宫。城市规划馆和公共艺术馆，红立方有四个。我一直安排，我觉得我和时间规划能力非常的强。现在就叫天宫了，是的，那天宫要天宫，是在哪里？我喜欢吗？